全红婵和谢思阳互发丑照，全被反击，都别活了，网友笑不活了。今日份的快乐是全被给的。记得陈明华教练曾说过，全妹是绝对不会给人欺负到的，因为她的还击能力很强。果然陈明华教练的这句话被验中了。事情是这样的，全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又拿下了一堆心爱的小乌龟，师兄谢思总在评论区留言要开心哦，并附上全妹的糗照。全妹毫不示弱，立刻秒回都别活，同样附上一张糗照。评论区网友们笑疯了，纷纷调侃终于破案了，原来谢思强就是信哥谢哥，哈哈哈哈，太可爱了，真的好羡慕两人的关系不是亲兄妹胜是亲兄妹的。全红婵与谢思成的关系，全红婵与谢思良这对广东跳水队的师兄妹，不仅同为陈威仪教练门下的杰出弟子，更因同日诞生的奇缘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幼离家加入广东队的全红婵，在队内得到了师兄谢思党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指导。在全红婵年幼、表达能力尚不成熟的时期，谢思生耐心地教会他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两人之间建立起了基于尊敬与信任的深厚关系。2022年东京奥运会上，年仅14岁的全红婵首次踏上国际赛场，面对大赛的紧张氛围，谢思阳以过来人的身份与他深入交谈，分享自己的经验，为他加油打气。最终全红婵以惊人的5跳3满分成绩震撼全球，而谢思神在现场激动不已，仿佛自己也一同站上了冠军领奖台。在全红婵因 207C 动作失误而情绪低落时，谢思省更是第一时间给予他安慰，鼓励他以经历为力量，同时也不忘以轻松的方式调侃他，缓解紧张气氛。在生活中两人也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谢思安会带着全红婵去买奶茶，去游乐场游玩，共同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时光。这个师兄妹之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广东跳水队乃至中国跳水界的一段佳话。全红婵今天和自己的恩师还有广东跳水队的师姐师哥们来到了广西门店，出席了赠车仪式。婵宝和师傅分别都获赠了一辆顶配汽车，婵宝获赠的是一辆霸王龙，按市值价来说差不多20多万呢，按理说应该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可是在今天的活动中，婵宝的情绪一直都是十分的低落，很少说话，就连发言的时候声音都特别的小声。就算接到主办方送的大包最喜欢的毛绒玩具，都没有一点的笑容，而且眼神中有一丝游离的看向别处。现场有许多人拍婵宝，他坐在车里显得非常的局促不安，无心抓住手里的公仔挂件。师姐好像知道他今天状态不太好，一直握着他的手，跟前几天参加大湾区的晚会时那活泼大方的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婵宝小心翼翼的签名，全程没有任何表情和语言，感觉他很疲惫，又感觉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全程他都很抵触镜头，不愿说太多的话和表情，就连恩师和教练的情绪也不是很高，时不时的仰头看天。全红婵不开心了，婵宝为什么今天一点都没有笑呢？他今天的状态有点不太对，这些疑问一览评论区，网友们纷纷胡乱猜测，都觉得这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情绪最低落的一次。有网友说可能是前段时间去高途做活动的时候吃东西被人喷了，心情不好造成的。网友说看到婵宝不开心就很心疼他，一个17岁的小姑娘，大家对她要包容多么不容易，没有任何的背景，凭自己的实力走到今天。网友说感觉婵宝从高途回来变得沉默了，估计最近行程太多了，感觉她有点累了，比赛回来都没休息几天，各种不停的活动。有一位细心的网友发现婵宝的衣服裂开了，放大了一看还真有点像是裂开了，真的是又心疼她10秒，我好想给她缝缝。何教练曾经说过婵宝有颗大心脏，希望婵宝不要忘记你的人生格言哦，做自己，为了梦想去拼，不要理会其他，我们一直支持你。还记得跳水女神全红婵吗？那个年仅14岁却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双金，凭借水花相失术性感无数的小姑娘，最近全红婵又上热搜了。这次不是因为比赛，而是因为她和一个小女孩之间的奇妙缘分。全红婵姐姐上线，小女孩追车哭成泪人。事情是这样的，全红婵结束假期回国家队训练，
告别家人时，一个小女孩哭得稀里哗啦，死死抱住他不放手，嘴里喊着姐姐别走。这是发生了啥？俩人啥关系？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全红婵父母好友的女儿，两人假期里一见如故，形影不离，感情好得像亲姐妹。全红婵，我们心永远在一起。离别时刻，全红婵为了安抚小女孩，特意录了一段视频，温柔地说，虽然姐姐要离开一段时间，但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你要好好学习，快乐成长，等姐姐回来再带你去玩。视频已经发布，网友炸锅了，姐姐也太温柔了吧，这是什么神仙友谊，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姐姐。但也有网友质疑，全红婵作为运动员，应该把精力都放在训练上，不应该分心吧，这是炒作吧，蹭热度呢。对此你怎么看？全红婵认亲是成长还是炒作？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全红婵是一位运动员，她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和比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她还是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需要关爱和陪伴。与小女孩的相处让全红婵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也让她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表达爱意，这对于她的成长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再者，全红婵的善良和真诚是毋庸置疑的，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他对小女孩的感情是真挚的，而不是为了炒作而且。这段视频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全红婵。我认为，全红婵认亲是成长，而不是炒作。小女孩身份曝光，网友好友缘。小女孩的身份也引发了网友的好奇，纷纷猜测她的背景。经过一番人肉，网友发现，小女孩名叫小爱，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地打工，很少回家。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更有缘了呢？全红婵虽然出身农村，但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逆袭，成为跳水界的女神。而小爱也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两人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有着相似的梦想和追求，红爱组合未来可期。虽然全红婵已经回到国家队训练，但红爱组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加优秀的全红婵，也会看到更加自信的小爱，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吧。全红婵和谢思颖这对跳水界的绝配，在社交媒体上玩了一场丑照大战，简直让人捧腹大笑。这俩人啊，看到他们在网上互撕的样子，让我突然觉得生活真美好。在这个气氛沉闷、竞争激烈的时代，两位奥运冠军居然玩得这么开，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真是太难得了。这一切的闹剧是从全红婵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出一张谢思颖的相片开始的。这张照片里的谢思颖不是一般的赏心悦目，而是出奇的丑，一头凌乱的头发，五官装扮的玩得不亦乐乎。全红婵毫不留情的调侃，来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丑，简直丑哭了。紧接着大家都意识到了这玩笑开得多么大，大家私心里也都觉得这可真是老姐的风范啊。在全红婵眼里，谢思颖显然是个拼命三郎，才会有如此造型。但这一番调侃可不止于此，万万没想到谢思颖转过来脚步，瞬间就发出对全红婵的反击。没过多久，谢思颖同样上线一把，把全红婵过去的糗照都翻了出来，直叫出来，看你这一根根的长发配上你这笑容，能不丑吗？天哪，这一发直接把全场气氛推向了高潮，许多人围观了这场斗嘴，在一旁评论的激烈，搞得大家都在问一句，这两位冠军居然把丑照也玩得如此轻松幽默，真是让人感到无比亲切啊。我作为一个围观群众，心里也是不禁一阵温暖，毕竟生活已经够沉重了，这样的互动让我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别样的一面。如今的社会似乎大家都太过于认真，选手们在奥运赛场上拼得不可开交，到了私下就该有点幽默感，让生活轻松一点。全红婵和谢思颖反映出来的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那种放松心态，在严肃的竞争外的保留一丝轻松的气氛，尤其在运动员这个压力巨大的职业上，能有这样的朋友互相开玩笑，这可是增添情感的绝佳法宝。